好啦，上一场玩完工程，而家玩军团战挑战下啦 ，level 五睇下搞唔搞得掂先。开始啦，睇下先。呢个图好鬼难玩嘅，保护弓箭手，我就会尽量啦。有啲人嚟弓箭手，唉，又惨。唔过护弓箭手好难教，弓箭手又可以保护你咧。我方抢得一个据点。哇！杀到嚟啦，杀到嚟啦！守好个位先，啊！大杀到嚟就要打啦，哎呀！之前佢就走路走得好快，唔知 level 几对 level 几啦，唉！守好先，守好先，顶住顶住。哎呀，好鬼多！哎呀，惨啊，弓箭手有人袭击啊！啊，我要自保啊，搞唔掂，自保紧要，留住条命啊！顶住，顶住！啊，弓箭手埋嚟啊，好危险啊！哎呀，弓箭。骑兵弓箭走嚟走去打，哎哟！又冇咗大半兵啦，哎呀，冇晒兵啦，顶住 ！Q 制下，快啲嚟战一战先，走佬！我方成功抢夺敌方据点。我得读翻嘢先，哈哈！敌方死剩一个弓箭咋，骑兵弓箭手咋，我哋赢啦，耶！喜欢我片就俾个 like 同埋订阅我啦，下次再想睇落去。記得訂閱啦，係貓貓，下次見，拜拜。我方正在占領據點。我方成功搶奪敵方據點。